上课上没事，放学上课上我们站好了，干嘛呢？孩子砍时候你干嘛呢？几点放学啊？应该是两点半。哦，那今天是三点十分。啊，今天是提前，等于是把孩子接走了是吧？是，让他们班出错了，是吧？他们班。啊，就提前把孩子接走了。嗯嗯嗯。